青菜，今天让我做青菜稀饭，这个是不怕的就。啊？把昨天中午的剩菜热一下。看着好还酸。我爸还在外面和别人吹牛。爸，走啊！太帅了，要打他呀，就吃过可以行，这个你可能要暂时回避。慢吃，你不要啊？不吃烧东西，但是有你，有腰粉。导员，不担心我们穿的东西。这个辣排骨吃的真的是香，感觉吃比香肠还好吃。这是今年的香肠。我爸现在和我幺爸去山上，转着玩。以前初一的时候都是到城里去了，今年不去了，今年就在农村里走一走。今天煮的是青菜稀饭。以前我们这里每年初一都会煮这个青菜稀饭，然后吃泡菜。按照传统来说，今天都不该吃了。以前的老规矩就是初一天吃青菜稀饭下泡菜，不能沾油灰，不能扫地，不能洗衣服，然后早上要早起。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人记得这些东西。今天我算是破了两个规矩了，吃肉了，然后早上还慢着起来。告诉大家一件事，就是今年的家庭聚会就团年已经取消了。以前每年初五我们家都会待客，因为初五是我爸的生日，所以这么弄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断过，今年算是断了。然后我们家的其他亲戚有些也通知了说今年不团年了。以前每年都是从初二开始吃，一直要吃到初十，所以呢你们也是能够避免家庭聚会就避免了。这个不仅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家人，而且也为了防控做出了一份贡献。不添乱就是最大的贡献。哦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再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好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